人生三十计，猜猜想想想想想。家阵个个都想话做老细，我要做老细，我要做老细，系我做条噶，我系做头嘅。小女子当然都唔执酸啦，但系咁多生意仔，咁多竞争，一个招牌就争咁多个老细，你真咪话竞争唔大呵？咁我哋点解开门做生意啦？阿燕收运费。周到，丰富到家呢几度散手出嚟揾食系唔够嘅。绝招，我石油啦，想要下次回来啦，我就梗系要踩啊踩上，我上啦，我哋上啦，我哋齐齐上，上上上上啦，要上嘛，梗要齐齐上啦，哇！有 hotspot， 有 sharing，come on everybody， 齐齐上网啦！咁呢个客就自不然就打死都唔走噶啦，打死我都唔走噶啦！一个宽频齐齐上网，竟真系一家便宜两家赚啊！最怕你唔上，唔怕你齐齐上啊！用 P1 商用宽频加电话悭钱王，我哋老细去计个度啩。多啲又着数多啲，就奉旨唔会错。P1 经商三转，想啊！啊！哒哒哒哒哒！吓 ，P1 双龙分频电话悭钱王，又可以帮你劲快上网嘅快麻通纤，一个分频有埋 WiFi， 又冇 call 打限制，要齐齐上就 P1.com.ny。